今天天气真好，我们来玩荡秋千了。弟弟，你也在啊？布娃娃，坐好了，我要开始吹了。哇，飞起来了，真好玩。布娃娃去哪里了？怎么办啊，我的布娃娃受伤了。姐姐怎么了？快看，我的娃娃受伤了。不要担心，我去帮忙叫医生。医生，你来了，他从秋千上摔下来了。让我看一看。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，让我想一想。我知道了。吃了永春可贴，把伤口贴上。谢谢你，医生，你救了我的布娃娃。不客气，照顾好他吧。哈哈，滑滑梯真好玩。打我了，打我了。泰迪熊，这次轮到你了。快出来吧，泰迪熊怎么不在这里？泰迪熊的胳膊受伤了，肯定很疼吧？哥哥，怎么了？快看，泰迪熊的胳膊受伤了。不要着急，我去叫医生。又有人受伤了，我要赶紧出发了。医生，我的泰迪熊胳膊受伤了，我来检查一下。应该用什么呢？我想到了，用纱布帮他包扎好，他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医生，你包扎好了我的泰迪熊。不客气，哥哥，我们一起玩吧，我喜欢过家家游戏。你快来追我啊！哇塞，是恐龙！这么大的恐龙从哪里来的？哥哥，不害怕！不要害怕，莉莉，它是假的恐龙，不会动。快来摸摸它，哥哥会保护你的。你看，它不会咬人的。你为什么要跑啊？不会是真的恐龙吧？不可能，恐龙大哥，不要咬我，不要咬我，吓死我了！救命啊，恐龙咬人了。是真的恐龙吗？恐龙不是灭绝了吗？难道恐龙都复活了？好吧，好吓人。起来，莉莉，恐龙走远了，我们赶紧回家告诉妈妈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要咬我啊！它怎么不动了？弟弟，不要害怕，它不是真的恐龙，这是玩具恐龙，我可以用遥控器控制它。真的是玩具恐龙？
当然了，不信你来试试。太神奇了，他走过来了，抬左腿，抬右腿，摆摆尾巴。不要害怕，是我在控制他。玉丽，他去找你了。恐龙的脚好大，尾巴又大又长。我从没见过那么大的身体，锋利的牙齿，吓人的眼睛。哥哥，我好喜欢你这只大恐龙玩具。